你知道为什么一部长达三小时的钢琴家电影却只出现过三次弹琴的场景吗？对许多人而言，肖邦是公认史上最浪漫的西方作曲家，他的浪漫和华丽精湛的李斯特与波涛汹涌的拉赫曼尼诺夫非常不同。身为浪漫派的音乐始祖，肖邦的浪漫来自两个地方，一是他的感情世界，尤其与乔治桑的爱情故事与他在巴黎和马约尔卡岛度过的日子，深深影响他创作出甜美柔和、浪漫优雅的乐曲，例如《夜曲》《雨滴前奏曲》《小狗圆舞曲》等许多沙龙音乐。在这些浪漫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肖邦在西欧国家的快乐自由，甚至能听到他对爱情的憧憬与洒脱。肖邦浪漫的第二个原出处则是他饱受炮火攻击的祖国波兰。即便逃离到巴黎，肖邦还是一心奋力地为革命不断创作、筹款演出。他的爱国情操在许多激昂亢奋的乐曲中，例如《革命练习曲》《英雄波兰舞曲》，本片会介绍的《升 C 小调夜曲》《第一号叙事曲》《华丽的大波兰舞曲》，都能深刻代表肖邦那浪漫又充满思念祖国的情怀。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就让我带你进入钢琴诗人肖邦的世界，以及他的音乐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金奖电影《战地情人》是根据波兰钢琴家 Spielman 的自传改编。 Spielman 为二次大战前最受瞩目的钢琴新秀，电影一开始我们就看见 Spielman 于华沙电台弹奏肖邦的升 C 小调夜曲，而后几颗炸弹爆破了电台，终止了现场广播，也从此开启犹太人流离死亡的悲剧。 Spielman 一家人被赶进窄小的犹太特区 Warsaw Ghetto， 其中共居住了近乎500,000的犹太人。 Spielman 战胜了每日被射杀、饿死的威胁，他最后成功逃出犹太特区，并为随着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波兰那300多万犹太人搭火车进 Auschwitz 的集中营。他每天昼伏夜出，躲进满目疮痍的公寓废墟，甚至天花板的夹层中，过上好几个月不见天日的生活。有一天，纳粹军官 Hosenfeld 带着部队进驻公寓，他发现了 Spielman。 而在枪决关头，军官听 Spielman 演奏出神入化的肖邦一曲后，竟然被大大感动，而决定帮助 Spielman 到德国战败为止。6年后， Spielman 继续在电台演奏，但是他的救命恩人 Hosenfeld 却已经死于俄国战俘营。1946年， Spielman 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出版，但遭到苏联政府禁书。直到90年代，这本书以钢琴家 The Pianist 新面貌重见天日，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轰动全球。战地情人电影一出后，立刻震撼国际影坛，并且获奖无数。其荣获奖项有2002年的坎城金棕榈奖最佳影片、英国影印学院最佳影片与导演等7项、法国凯撒奖最佳导演等7项、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与导演等4项，以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3项大奖。若说辛德勒的名单是从广角来看犹太人大屠杀这段历史，用很多人的故事交错而展现出男主角辛德勒悲天悯人、救济犹太人的胸怀，那么《战地情人》就是一部从个人角度重游这段惨不忍睹的残酷真相，并借由男主角的生还来展现纳粹邪不胜正，证实了人道主义与自由平等最终获得的胜利。我必须说，当我看完这本小说时，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可言语的震撼。而在看完这部电影，我发现导演忠于原著的真实程度更是超乎想象，许多细节都能深刻地表现出来，例如钢琴家父亲走在路上被纳粹打到水沟旁的那个场景，其实是来自导演父亲本身的经历。战地情人可说是波兰金奖导演 Roman Polanski 一生中最重要的电影，因为这是他真实经历过的成长过程。童年在纳粹追捕下逃生，
是影响 Polanski 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部分。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逃避这不堪回首的记忆，甚至回绝了辛德勒的名单的剧本，后来以 Steven Spielberg 导演并荣获奥斯卡多项大奖。十年后， Polanski 终于有勇气面对过往，并用自身艺术电影来表达。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关于钢琴家的电影音乐的占比却十分少，除了电影的原声、爆破声、枪击、人潮、火车等，真正称得上配乐只有三首肖邦钢琴曲。音乐都是在最重要的关头才出现，为的就是不抹灭故事严肃的写实性。为了正确还原小说，导演 Polanski 仅在三个地方用上音乐。电影开场时，主角 Spielman 是个意气风发的钢琴家。1939年9月23日，当时钢琴家正在波兰广播电台做最后一场录音。即便外面炮火连连，他也依旧努力完成这首肖邦夜曲。其实这首夜曲总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电影开头时，第二次则是在电影的结尾。但在电影结尾时，此时的钢琴家已经判若两人，他刚从二战与犹太人大屠杀生还，除了他和好朋友两人，他们所认识的人全部都葬身在集中营中。 It was here, I'm certain of it. Well, it's not here nowI shouted abuse at them. I'm not proud of it, but that's what I did. And I'm certain I stood where you are now. 因此，当 Spielman 在结尾弹奏的心境，是一种浩劫重生却又悲愤无助的感觉。这首音乐成为电影非常重要的 symbol。因为他将主角的个性形成强烈对比，一开始的意气风发和最后的力竭逃生，也是因为这首曲子才完成了主角的心路历程。这首肖邦夜曲写于1830年，但却是肖邦死后21年，在1870年才发行的。曲子是献给肖邦的姐姐，上面题名，献给我的姐姐，作为我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暖身练习曲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真实历史中，一位犹太生还者 Natalia Karp 曾经为辛特勒的名单中那位纳粹魔头阿蒙军官演奏此肖邦夜曲。而杀人不眨眼的阿蒙军官在听完 Natalia 演奏后，竟然也感动莫名，因此饶了他一命。我们是否能说肖邦的这首夜曲有着无穷的感动魔力，就连铁石心肠的恶魔也会被软化呢？第二首在电影中出现的肖邦曲子，是当逃难多年的 Spielman 已经饿到奄奄一息，突然在匿藏处发现了一个罐头，正要打开时，他看到眼前站着一个德国军官 Hosenfeld。 在生死关头，德国军官要求 Spielman 弹奏一首肖邦第一号叙事曲。肖邦一共写过四首叙事曲，肖邦的四首叙事曲每一首的 A 段都有截然不同的个性。若说第二首是甜美，第三首是诗意，第四首柔情，那么第一号叙事曲便代表了悲壮与革命。第一首叙事曲的结构和技巧十分复杂，也许是因为这样，导演特意在这个生死关头的场景
删掉了钢琴家本人在生死关头弹的升 C 小调夜曲，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柔情浪漫的小品，而在电影中改成用第一号叙事曲来表现出男主角在生死关头中的压抑悲愤，但又必须精湛地完成这首乐曲，不然他恐遭杀害之难。在电影中，当 Spielman 演奏完这首曲子时，德国军官似乎是被他打动了。德国军官没有枪决钢琴家，反而还替他带来许多食物，以致钢琴家在二战后能生还。但是风水轮流转，德国军官却在德国投降后被打入战犯营，于1952年死于苏联监狱。但是钢琴家始终念念不忘他的救命恩人，在1998年他替德国军官申请 Yad Vashem， 在2008年德国军官 Hosenfeld 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列为国际艺人。在结尾，当主角与好友重返死亡集中营，看着夕阳回忆那段悲惨的经历时， Polanski 以肖邦华丽的大波兰舞曲的号角声光明响起，仿佛是为悲惨的犹太人定下完美结局，人生的新开始。我认为在结尾选用这首曲子是非常高明的，因为一部长达3小时的电影，从这首曲子可以知道，其实导演想说的还是一个充满光明希望的故事。本来充满阴暗孤独的战争，终于因为这曲而迈入光明的未来。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肖邦过世前几年，于1830年到1834年间写的，这也是肖邦人生中最后一首为钢琴与管弦乐团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肖邦一生只活了39岁，但在他众多钢琴名曲中，不管再如何悲愤哀痛，总是会透露出人生的希望。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有两个段落， A 段流畅的行板于1834年完成，它就像竖琴般的钢琴伴奏，配上一条类似 bel canto 女高音的美声主旋律。而 B 段落就是在电影结尾字幕升起时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一条灿烂华丽的波兰舞曲。1836年，肖邦将 A 跟 B 段合并出版，他本人更是在1835年4月26日和巴黎指挥音乐院管弦乐团举行世界首演，而这也是肖邦人生中唯一亲自演出此曲的一次。什么是浪漫呢？在电影中的拉赫曼尼诺夫那一集，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也许肖邦的浪漫并不是世人认为是由爱情经历催化出来的产物，他的浪漫更有可能是一种对时代战争无助悲愤的心境所激发出的音乐语法。肖邦这一生追求的是在一个有秩序的和平框架中实现他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人人都是和平共处优雅有礼的，而在那个世界的音乐是永恒柔美与祥和的。而肖邦死后，后代艺术创作者，无论是从导演、音乐家还是革命运动者，都会持续用肖邦的音乐来激励人心，用他那甜美浪漫的旋律或热情激昂的音符来提醒世人，
维持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才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